睇翻呢度以弗所書第五章十五節，我哋就話原來發掘經文咧，裡面我哋留意嗰啲重點字啦。首先咧就係嗰個字嘅表面意思。志華，你講一講十五節嘅表面意思嚇。你們要謹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裝像智慧人。以弗所書五章十五節開始。我哋好行事謹慎啦，唔好做愚昧一蠢啦，做有智慧人啦。OK， 咁謹慎行事，你可以試下解釋一下。即係其實謹慎行事，即係冇做錯嘅行為，即係好冇做錯事嘅，好謹慎嘅。OK， 即係小心。謹慎係小心，小心即係點解啊？小心。你唔諗開，唔好用心咯。係。小心。樣嘢都 check 過感覺。係啦 ，check 過思想過。分辨咁咧就係小心啦。嗱，呢個即係我哋而家係研究呢個 keyword 喎。謹慎行事，咁即係提醒基督徒點樣啊？大家可以回應嘅，謹慎行事。問下耶穌先就係做嘢冇做轉。係啦，呢個一個方法就係問耶穌先。係。除咗問耶穌咧，真係要睇下啲因果咯。嚇！即係要。不過你可以唔可以做事咯？即係睇個結果，唔好隨便亂嚟。O K， 諗下呢件事會帶嚟咩後果？帶嚟咩後果？謹慎行事，頭先講要小心啦，即係要去思考過先去做嗰樣嘢啦。咁呢個俾我諗到咧，就係我哋點樣去小心去做嗰樣嘢咧？要去點樣去思考咧？咁咧就真係要尋求翻嗰個神俾我哋嘅話語嘅根基咯，即係要建立喺呢個根基，我哋先至可以去小心去分辨咯。好，嗱呢度其實兩個啱你講兩樣嘢，一個尋求神，一個自己小心思考，即係話其實有用人嘅邊一個部分啊？有思想。思想同埋咩啊？我哋嘅意志同埋我哋嘅靈喎，都係靈同埋思想。因為咧，有啲人就會話咩都係神話係咁樣樣啦。有啲人真係佢神咁話咧，係的而且確係好好嘅。不過有啲人咧，佢咩嘢講佢都係話神叫你咁做，神叫我咁做嘅時候咧，咁係咁。如果佢嗰樣嘢啱，就冇即係就冇就當然跟從啦。但有時咧，譬如話。你唔好同呢人交往啊！神話俾我聽，唔好同呢人交往咁樣。咁到底你有咩原因咧？我會問，係咪神話俾你聽，抑或呢個人有咩行為咧？咁所以我哋都用我哋嘅思想去分辨啦。神有咩屬性啊？喺呢方面，冇錯嘅神係啦，神係冇錯嘅。係啊，同埋咧，神係都係點樣咧？佢。用謹慎呢個字，用翻謹慎呢個字係點樣啊？顧及多方面。係啦，佢顧及好多方面，佢亦都好小心嘅。譬如佢做人嘅身體每一個部分，嗰啲部分咧，佢做咧就唔會話呢個部分同其他部分唔能夠串連嘅，佢全部都能夠串連埋一齊，全部通喺個腦嗰度，個腦啊會控制個耳仔，控制眼耳口鼻，全身各樣嘢咧都係。佢能夠控制，佢好小心去做，亦都喺我哋生命中咧，佢好小心做嘢咁樣。咁啊，欣賞神嘅屬性啦。咁我哋可以點回應咧？我哋嘅回應，我哋嘅行動係點樣啊？每步都要小心諗過咯。係啦，咁樣小心諗。困難啦，講實際啦，而家嗱，即係呢度嘅經文我哋睇到啦，小心啦，神係小心嘅，神係冇錯嘅，咁我哋要小心，我哋點樣小心咧？即係唔好違反聖經，睇翻聖經。係睇翻聖經呢個聖經嘅原則啦。除咗之外咧，你哋會唔會用一個即係點講？唔係話講到啲直覺，但係一個。因為我自己心裏邊嘅感覺同過去經驗有關嘅。OK， 嗱，個人感覺，我哋點樣用咧？個人感覺用唔用咧？點樣用法咧？嗱，因為個人感覺有時有啲個人感覺係咪一定準確嘅？唔係一定準確。要睇下你點解會有嗰種感覺。係啦，所以都要分辨嘅喎。但係個人感覺有冇幫助咧？有喎，因為有時你同個人相處又睇唔到咩原因，不過咧。
硬係覺得有啲嘢唔對路，但係咩原因咧？我哋唔知道，咁咪就觀察咯，就唔好單憑呢個直覺啦。嗱，而家講緊係我哋點樣可以謹慎一個合乎聖經啦。除咗之外咧，要有智慧。有智慧點樣有智慧咧？個揾印證，譬如揾牧師嗰個解印證下，係啦，即係有啲事重要嘅事可以揾牧師啦。分辨是非，分辨是非，我哋係呢樣嘢係啱定唔啱，我哋要分析嗰樣嘢。其實基督徒應唔應該分析咧？我哋又應該禱告，又應該分析嘅喎。咦，我同譬如話，就算侍奉，我哋參與咁多樣侍奉，我做到幾多樣咧，我都要分辨嘅喎。我同咁多人交往，到底邊個人我係應該更多交往？邊個人係唔係咁多交往？這個係可以去分辨嘅。呢個人咁樣，我點樣處理呢？咁所以呢個係需要分辨又去策劃。咁你記得我講個 pie 記唔記得啊 ？pie p 係代表咩啊？祈禱同埋計劃 prayer 同埋 planning。I 咧實行 implement 實行。E 咧評估 evaluation。咁即係話我哋可以計劃入祈禱。然後行出嚟，然後就評估啦，我做得好唔好咧？咁樣，如果基督徒係成日係咁咧，成日都會啊，我做緊呢樣嘢，我評估下，我同呢個人交往，我睇手機嘅時間，我評估下，其實一日真係可以用咗好多時間睇手機嘅喎。咁我哋評估咗之後，能唔能夠調教咧？你有冇調教啊？你哋有冇調教？點樣？自從你知道手機點影響你之後，有冇調教啊？點樣調教法啊？我而家就譬如話喺 WeChat 度人哋 send 個視頻俾我啦，咁我會望咗咧，原來呢個十分鐘咁，我知道我唔睇。係。一兩分鐘嘅我都會望嘅，長啲我就算數啦。OK。仲有冇其他人啊？如果你撳咗個 play， 你發覺頭十幾秒悶嘅，咪唔好講。在我來說我直情是不會看，因為我覺得他們如果有特別的他會寫上，他會寫上有什麼重要性，我真的覺得他有重要性我才會看，如果不是我直情我看都不會看，我也不會知道他有傳過這個給我，因為我是會將他嘖一聲全部刪掉，除非他是個人訊息，有些是 群組那些真的什麼都有的，那我真的沒有時間去 check， 裡面可能有100樣有一樣東西有好處嘅，即未必係重要嘅，不過好處。但係我真係冇咁嘅時間 check。如果我真係想研究，我可以大把，即係大把來源，我上網抄大把抄，所以我就唔會睇嘅。即係有時我眼尾睄到啊，都有啲重要性，我會睇下嘅。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時間，因為實在太寶貴啊。好，下一節啦。啊，呢度都即係包括埋謹慎同埋智慧，即係話呢樣嘢需要刻意處理啦。好，啊，十六節啦。Anna， 你可以將佢簡單解釋啦，字面解釋。要珍惜時間係寶貴啦，因為係會即係用係失去攞唔翻嘅，而且咧現今嘅世代咧係好多嘅邪惡嘅事啊，好容易吸引我哋啊，帶咗我哋離開神嘅。OK， 好啊，好啦，有啲咩重點字啊呢度？愛惜 ，OK， 點樣愛惜啊？啊，邪惡又係啦，邪惡又係啦 ，OK， 好。嗱，我哋喺睇愛惜嗰度先，愛惜嗰度我哋睇到啲乜嘢咧？神嘅屬性係乜嘢啊？重視。啊，你成句講曬啊，即係神嘅屬性喺呢方面。好重視時間。係啦，神好重視時間。好愛，好珍惜人嘅生命。係啦，佢會珍惜。係啦，神唔會浪費時間，神都會珍惜我哋嘅時間同埋個機會喎。我哋好多時信主都係有個機會喎。譬如如果我唔喺個時候認識耶穌，如果我到而家先至聽到耶穌咧，可能我個反應好唔同喎。但係神就會趁我喺開放嘅時候，同埋咧嗰段時間咧，神係感動我去諗，到底讀書為乜嘢咧？我出去諗到讀書為咗將來賺錢，咁賺錢之後點咧？
咁啊，跟住又點樣咁樣？一路諗落去，哇！咪即係將來死啦，咁啊，即係個意義係，如果單純係世界上嘅嘢冇特別意義。所以嗰陣時我就開始諗，係咪有神咧？我其實我細個去過教會喎，但係嗰陣時我就覺得呢啲係氹人嘅。我細個冇呢個感覺，但係我大個我諗，可能呢啲係氹人嘅。但係當時我就話，如果真係有神，又會係點咧？咁然後我就睇到一本科學書，所以神又感動我的同學介紹我看呢本參考書啊。我神又感動我看前言，通常我看書不看前言嘅，大家有冇睇前言嘅？即係書嗰度前面嗰度，好少。咁我睇前言，嗰個科學家就話：佢話咧呢個世界好有設計，呢個係咪神創造咧？佢提出個問題喎。咁我點解科學家會講呢個問題咧？我就好有好奇。我話如果有神咧，咁我就唔係淨係呢幾十年喎，咁就好唔同啦。咁我好有興趣。然後後來撞到個基督徒，又喺個適當時候，咁所以呢個真係神喺珍惜嗰個機會。而嗰一陣咧就係點咧？我就係嗰日。去啊！本來起身一早咧就去行山嘅，點不知嗰日咧，我又唔知點解咧，又可能神令到我瞓得好好。我個同房個一出門一出咗就門就鎖咗，佢硬係拍門我都唔醒，佢就走咗啦。走咗之後咧，咁我點解起身個人都唔喺度嘅咧？做乜嘢咧？咁跟住我見到太陽出嚟好靚，我就如果有神造呢個太陽，神係好奇妙。然後嗰陣時嗰個老師就出現啦，個老師就啱要去洗手間，佢就翻嚟。他出嚟去完洗手間出嚟問我：你係咪信耶穌噶？我話唔係啊。點解啲人個個叫你耶穌咧？嗱，呢個就係由個花名嚟，因為細個嗰時打波咧，初温嗰陣時打波舉起手等個波，咁有啲笑我耶穌救我，跟住個個叫我做花名，即係全部都有神安排嘅。所以我睇到咧，我真係睇到神咧係好珍惜時間嚟到救我的靈魂啊！即係我相信大家個個有不同嘅故仔。啊，嚴牧師。當我看到他寫著要愛惜光陰呢，因為現今世代邪惡，是不是因為我們真的浪費時間浪費得那麼緊要？是啊，因為邪惡所以就浪費咯、哦、因為邪惡所以很多人就生氣人咯、哦、但我真的扯不上這兩件事有什麼關係、啊、我想問你，是不是有些人對你不好，令到你用到時間猛地想他、生氣他又煩，有沒有、啊、有沒有人傷害你以致你不開心、啊，其實很難你不想的喎。係咯，咁咪即係又諗咯。你只不過是前啲你想到諗完之後，你自己覺得用咗，你自己覺得安樂啊。係咪總之用了你很多時間去諗啊？同埋係咪有啲電視劇啊？同埋周圍，總之呢個世界影響緊我哋噶嘛。哦。你有冇覺得世界影響緊你啊？有啊。有咯，咁咪就係會令到我哋嘥時間。不在最重要的事上，不在神的事上。我們浪費了多少？其實我問你，我問你一件事就可以了。你一生人中有多少件事做，你覺得是永存的？那你就即剩下的時間有很多是必須做的。你聽我再說一次。好啊。我們有些事做是永存的，那些是存在天上，那些就是愛惜光陰。那有些是做必須要做的，你煮飯啊、吃飯啊，那些是神不會賞賜你，因為你煮飯吃飯噶嘛。呢個係我哋必須要做嘅嘢，但係佢都做咗好多浪費嘅嘢。嗰啲嘢咧，神要追究嘅喎。點解你犯呢個罪呢？除非我哋悔改神，悔改神就赦免啦。如果冇悔改神，嗰個人冇悔改，佢係可以唔得救噶嘛。咁所以我哋即係話，我一生人中有好多垃圾啦，有好多係必須做嘅嘢，但係另外有一啲係我哋為神而做嘅。我想問下你，你為神而做係永存嘅有幾多啊？我想問一下，如果我時時都用一個感恩的心去做，就算我是做那些是日常的生活，那那些神都紀念的，都永存都紀念。但是我所說有些人單純為了我吃飯，咁啊食飯咯，咪食飯神冇話紀念你，你食咗幾多次飯噶嘛？而係神會紀念你一路食飯一路感恩，感謝神一路食嗰陣時一路神做得好好啊！一路食飯嗰時都一路咧同家人建立關係，愛佢關心佢，以至祝福佢嘅生命。咁呢啲咪神喜悅？你煮飯嗰時一路多謝耶穌可以煮飯，又令到我屋企人開心咁啊！好食啲嘅，係啦。我真係唔知點樣係。其實垃圾咧，我都承認我以前有。但是很奇怪，就是你執的時候好像有時執到些寶貝一樣。你分開垃圾，但我不知道這人算不算垃圾裡面不會有寶貝的，不過在垃圾堆中你有時學到一些生命的方式，那些是寶貝，有時會有。
即係咁樣，你知道嗰樣嘢係唔啱咯。係啊，嚇咁你學到悔改咧，呢、這個就係執到寶啦。但係我唔可以話我冇嘥到時間咯。的而且確是這樣的，很多人浪費時間跟著學到不要浪費時間，不過最好呢，既然學了就不用經常都要再學的了，即是學到 就學到就以後就記得了，這樣好。這個我們再看這裡，愛惜光陰，神是愛惜光陰，珍惜光陰。人是怎樣的呢？對比人是怎樣的？通常人是浪費時間，人是會容易浪費時間。我覺得我當時的拉力很大，因為我想約耶穌，某個時鐘想約耶穌，約不到的時候，即自己去到別處看電視，即是沒有時間少了，即很多時候都有拉力很大，這個真的是拉力很大，這個的而且確是真的，所以愛惜光陰是。其實我今天差點去不到教會，但是很好彩阿嫲留了半個鐘就走，我先去到。OK， 即是你阿嫲走開你才可以來到，那你感謝神喎。嗱，咁呢樣嘢我又欣賞你，咁你我都希望你咁諗嘅。我係好想去教會，但係家人又難咗，咁你都求神俾你有智慧點樣去慢慢處理，以致咧佢喺度你都可以嚟到教會。咁咧就，但係咧你有呢個心咧，你都可以話多謝神，神歡喜嘅，我有呢個心想翻教會。你可唔可以咁講啊？多謝神，我有呢個心翻教會。有啊，多謝神，我有心。我有呢個心翻去教。係啦，咁呢個係好事嚟嘅，神就欣賞嘅。因為琴晚我已經諗住，神啊，點算啊？佢又要同屋企團聚，阿嫲又話要嚟喎。嗯。我又好想翻教會。嗯，好，感謝神啊！我欣賞你嘅心。好啦，咁我想問下大家應用啦，我哋點樣可以更多珍惜光陰咧？即係呢個個人性啦，大家諗下，我哋點樣可以珍惜光陰咧？即是個人性，你本人有些什麼可以珍惜光陰？多些看到神的美善，在每一件事上，就算有時不是開心的事都看到美善，因為他是想給我用另一個角度去看的，okay. 是想我去改變。okay.Okay, 當你看到神的美善，會怎樣令到你真愛惜光陰啊？即係我會覺得啊，即係神好好啊！即係佢佢願意去感動我，佢願意係即係喺可以話係嗰個單對單嘅關係入邊咧，佢係好重視我，咁我令我自己更加珍惜啊！即係而係神咁睇重我嘅，咁我願意去更加去想去學佢嘅嗰種性情。OK， 好，即係你睇到神嘅美善，所以你都想學佢嘅美善。其他人呢，你會實際有什麼地方幫到你愛惜光陰？整個時間表，整個時間表，整個時間約耶穌，你不刻意整的神三點。我就覺得，我現在就覺得是多些去認識神，那我就會用自己更多的信心去信靠神。信靠神咧，係無論喺我生活上邊嘅大小事務，都去信靠佢。我會發覺神俾我哋有好大嘅選擇嘅自由意志。呢個現今世代係真係好邪惡，佢好多嘢引誘我哋，令到我哋好難去即係去唔俾引誘啊。所以我覺得我自己會多啲去享受神，跟住去同呢個引誘。可以做一個勝過他。我想問你，享受神會帶來什麼好處呢？喜樂，喜樂，力量，令我更加有力量去知道在我生命當中，在我生活當中有一些東西是真的不是神給我去做那樣東西。大家有沒有留意你親近神之後有什麼不同了？不想犯罪，不想犯罪，有什麼不同了？抗拒力，邪惡的力量，即抗拒罪，犯罪的力量大了，真的是這樣。信心大了。我最記得就是以前呢，即是我在我教導裡面呢，人們經常都講將來，但其實後來發覺即跟神是比較好之後，那倒回轉頭你不會說想那麼多的將來，你會發覺其實自己很多事都不知道，但其實神好像一早已經知道了。神一早知道，總之你照著自己的心願和照著神的心願做就可以了。照著神的心願，
只要神嘅心意，然後就放將神嘅心意放喺我哋裏面。佢亦都點樣應用咧？點樣應用神嘅心意咧？呢個就係真係智慧聰明嘅。有時神嘅心意好似會變咗係自己嘅心意。嗱，如果真係神嘅心意變你嘅心意就非常好啦。但即係我哋要分辨，因為咧，如果我哋嘅心係真係以神嘅事為念咧，咁呢個係非常好嘅。即係呢個人已經個心即係變咗，成日都想做神嘅嘢，成日都有神嘅心去關心人，呢個係非常好。即係佢已經變咗有神嘅心啊。咁我自己譬如我想幫人，我都係成日諗住我點樣祝福人，我點樣帶動復興，點樣提升更多人。都不是為我什麼益處，即是我不是為了我什麼益處，只是我想更加興起更多人，這個即是神將這個心已經放在我裡面，那我就要處理，不要被人攪擾，不要被人影響，而繼續向這個方向去。